就白眼批判啊，自己我输，几批判我输，批判我输吧。哇，这样这个泡茶好好喝，那个那个断你老输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福建的厦门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阿星带大家尝一尝厦门的早餐。其实早餐啊，对厦门来讲非常的重要，大家吃的很丰富。但是现在在如此快节奏的今天啊，吃的最多的反而是面包和包子。我可没开玩笑，你以为大家都是早上起来去巴士和中山路吃吗？其实啊，为了工作就舍弃了美味的早餐。但是当厦门人有时间的时候，一定会品尝一碗好吃的面线糊，或者是扁肉和拌面。哎，这期视频啊，阿星就带大家尝一尝这两种美食。一个就是扁食和拌面，这是一个套餐，被称作情侣套餐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面线糊米撒糊。看我身后有一家店，叫做雅海面线糊，走，咱去尝一尝。你好吃的还有吗？有，还有是吧？给我来一个面线糊。这个面线糊里头本身有猪血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哦，有猪血和有大肠是吧？我给你介绍。行，加个大肠和猪肝的海蛎。啊，猪肝海蛎。哎，那个啥还有没有？是那个猪肝盐。猪肝盐有。啊，再加个猪肝盐。嗯，行行行。啊，我就坐门口可以坐啊。对。行行，好嘞。现在一碗丰盛的面线糊米撒糊就好了。你看啊，上来以后啊，不是一个碗，就是一个纸质的小盒子。在厦门吃饭啊，你随处可见。不知道是因为这儿太热，大家都懒得洗碗，还是什么别的原因。看一下这碗面线糊，看上去其实和挂面一样，就是碎掉的挂面。我加了四样东西，这个是猪大肠，给的还挺多，然后是猪肝、猪血、海蛎，还有这个是猪肝盐。猪肝盐就是和猪肝连接的这个部分。等我把这四种料加完啊，我这一碗是25一碗，真的是一个豪华早餐。面线糊好吃不好吃呢？全凭了这个汤。这个汤是猪骨，有的店家呢会给里头加一些鱼骨呀，或者是虾肝、鱼肝，但是猪骨是最主要的。看着没有啥颜色，但是喝起来特别的浓，而且也挺咸的，因为我加了各种各样的料，各种的香味混合在一起，非常的好喝。再尝一尝这个挂面，这不是挂面，这面线糊。这面线糊吃起来、看起来、口感、味道就是挂面，没有任何的区别。所以说早上吃这么一碗就很舒服。虽然味道很棒，但是现在还不能称作一碗完美的面线糊。那什么叫完美呢？就是咱再来一根油条。你好，还有油条吗？没有。好，让我尝一下里头的海蛎。它这个海蛎啊，就是拿水造了一下，烫了一下，没有任何的处理，所以吃起来非常的鲜。还有猪血，这一个正宗的面线糊里头一定要有猪血，如果这个面线糊里头没有猪血的话，那就证明啊是不正宗的，是不正经的面线糊。本地人吃面线糊呢，不管你加几种料，一定不能少了这个猪肝。这个猪肝呢，也是拿水烫了一下，非常的滑嫩。再尝一下猪肝盐，很多人以为猪肝盐也是猪肝，
其实它就是瘦肉。嗯，特别有嚼劲儿。这碗面线糊啊，可以说是补气养颜又养胃。你看，加了这些料，吃起来倍儿香。但是呢，哎呀，今天啊，遗憾没有吃到油条。我还没吃完啊，这你就来了。这个狗长得是个歪歪嘴歪歪牙。来，你是不是经常干这个事儿啊？看人快吃完的时候上来就要吃的，给猪肝。你看在海边的这些狗啊，吃的都是海鲜。接好了，来。这也太能吃了，比我还能吃了。我还没吃饱呢，全都给他了。算了，没，我都没了，要不然一会儿我都吃不饱。哎，再给你最后一个。配料豪华，汤汁鲜美的面线糊，阿星就吃完了。这个味道整体来讲对于我来说太清淡了，但是呢来到这儿咱吃的就是这种鲜味儿。当然这碗面线糊呢也就够阿星塞个牙缝的。吃完这个咱赶紧去尝一尝扁食和拌面，走着。好，阿星现在就走到了就我身后这家叫泰山口扁食。这条路呢叫做开元路，非常的繁华，很有市井气息，而且也是美食一条街。那除了身后这家扁食呢，还有一个叫正和扁食也不错，咱尝尝这家，走着。我来一碗扁食，大份儿。好。嗯，大份儿。一个扁食大份儿，再来一个拌面。拌面我要那个花生酱拌面。没搞错了，乱说。第一个是银行中心的，第二个就是正方正方那个。没有什么，就是这个仓车装干扁食的时候没有换呢，他以为大的小的是一样的。来拌面好了，来给他们后桌是吧？好，现在这一套就好了。我刚才是不是说过来这儿吃饭全都是这种塑料的包装，这个我觉得要给一个差评。这么好的一个旅游城市为什么就不能用成瓷碗呢？先给它拌一下。这个就是拌面，花生酱拌面。这个拌面的酱汁啊，主要是花生酱还有甜辣酱。我这么一拌，哎呀，也闻到了一股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。哇，这个面看着还是挺棒的，是这种宽的面。阿星也是阅面无数，实在不忍看这样的一个塑料小碗，太有意思了。这人的饭量真的很小，你看没？我这个是大份的，但是也就这么一点点。刚才这店家也提示啊，一定要先赶紧拌这个面，要不然一会儿就干掉了。这一套拌面加扁食呢，被称作厦门的情侣组合。这倒不是说情侣来吃啊，指的就是他们两个是情侣。咱先尝一尝这个拌面。嗯，这花生酱的香味啊，弥漫你整个口腔，它看上去啊和吃上去的感觉就有那么一丢丢像武汉的热干面，但是还是不一样的。它这个是回甜的味道。这碗拌面啊，吃的不是面，反而是这里头的酱，给的酱汁非常的多。这种香浓的味道非常的让你满足。吃一会儿有点干，咱还要喝点汤，这叫情侣组合。哇，这汤不错。扁食的汤就是猪骨汤，吃起来有香味，但是还有很清淡的感觉。我这碗就是大碗扁食。说到大碗的时候啊，我都想笑，这么一点点也叫大碗。但是啊，这就是这边人的饭量。你看他这个扁食包的还是挺精致的，大家看到扁食啊就不陌生了，其实就是馄饨，北方叫馄饨，南方呢叫云吞，像广州那边，还有四川重庆呢叫抄手，这边厦门啊叫做扁食，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啊。虽然是一个东西，但是也有些差别。扁食这个词儿啊，一说让人想到了古代。其实，在古代北方，把饺子称作为扁食，有馅儿的包起来，小的都叫扁食。嗯，口味还是不错，里头的馅儿吃起来 QQ 的，很鲜。它这个口感啊，和馄饨还是有一点区别，吃起来更像福州的肉燕，脆脆的。你看它这个店里头啊，
也有肉燕，你也可以要肉燕，也可以要扁食，就是馄饨。咬开以后可以看到这个皮儿和馅儿，这个皮儿啊是那种吃起来比较筋道的，而且非常的薄。然后里头的馅儿呢是猪肉和鱼肉。看一下它这个桌子上有哪几种料，这个是酱油，这个是醋，还有胡椒粉，咱放点胡椒粉。在厦门吃扁食啊，当地人就爱放胡椒粉，放点胡椒粉，汤的味道会更棒。嗯，等我吃了一会儿扁食啊，我这个面你看到没有，都干的不行了。这时候刚好加一点情侣套餐里的汤。加点汤再拌，咱接着吃。一碗面线糊，再加一个扁食拌面，这顿早餐阿星是又吃饱了，还吃好了。其实这两个美食啊，在厦门当地随处可见，很多街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无论哪家店，你钻进去吃啊，味道就不会很差。因为啊，这个美食它不是一个很高深的技艺，很多人在家里头也都会做。大家来到厦门啊，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早餐。好，那就这样。